号码亮每把都赢。看看四点零。个个赚大钱，爱情甜如蜜，年年又入怀，吉祥又如意，早生贵子，新年快乐，红包快拿来。祝各位香港朋友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你的新年越来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欢喜就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祝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学业有成，爱情甜蜜！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姑娘生日快乐！祝大姑娘五在上辈，天天开心！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代代金金，各种各种！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你社会总会寻个好看的小姑娘，小姑娘嘛总会寻个听闲话老实的女小孩，还有嘛大家读书嘛好好教，总会读好书，回去好白相。大家新年快乐！阳光，这里看这里阳光。哎，新年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没了。亚洲第一人气组合。操你妈的！喂喂喂喂喂，飞喂，有没有三零三？有没有那个？新年啊，大家新年快乐！啊。先冲厕所，先冲。新年啊，大家多赢多点钱呢、啊。还有呢？还有就是拉福利，拉福利，我福利没带，福利没带是吧？要开快车，开快车要福利，不要被警察抓。那酷练还要拉，也是酷练不拉。新年快乐，幸福。祝大家新年快乐！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下班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何炅，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晨曦 PLA。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校的去年举办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成功，看那些小朋友拿到他们新书的那种高兴的表情，我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今年呢，他们又会在湖南办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手把手的教当地农村小朋友如何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园。Thank you.
所以在这里呢，要希望电视前所有的朋友能够给予这些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和更多的关注。他们现在已经自由地翱翔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片湛蓝的天空，我想我们的掌声和我们的鼓励应该可以给他们的翅膀下面加上更强劲的风，让他们飞得更远，让我们站在地上能够踏踏实实看到他们自由的翱翔，那曾经也是我们最美的梦。我是王海，祝福你。 Go CTLA Go Ducks Go CTLA Go Ducks，加油，加油吧。CSSA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